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军，下班了啊，买菜，买点啥？媳妇儿想吃鲫鱼，这鲫鱼天天做，做多少回了？做多少回才给买呀？现在身体特殊，想吃就做吧，也别管拍过多少回了。大鲜虾啊，零市场19.9一斤。啊，我要了两条鲫鱼，一会儿等他给我调味一下，16.8，八鲜的6.9，哎，吃水呢，看吃水呢，挺新鲜的，哎，小龙虾29.8，走吧，回家吧，看看他怎么吃，两条小鲫儿，25.多，鲫鱼现在。好像贵了，比以前。打土豆啊？这是哥俩吗？一条这老胖，一条这小。土豆丝儿，媳妇已经给切好了，咱一会儿拌一个土豆丝儿。这个别炒太烂了啊，炒太烂了就不好吃了。别等它开起来，我浸再浸个20来秒就 OK 了。再炒俩。切点葱蒜香菜。咱们正常加炖啊，4种料：姜、葱、八角、辣椒。起锅烧油，撒点盐，防止粘锅。要想鱼不粘锅，一定把它水分给它整干净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撒盐只是辅助，主要是别有水。像什么热锅、凉油啊，那都起到辅助作用。如果说你这鱼顶有水，你就怎么凉热油凉锅都白费。把这哥俩先给我下去煎一下了，先添个汤，辣椒段下来。现在咱们调好，少许老抽，少许生抽，精盐。炖鱼必须有白糖，少许白醋。炖河鱼先放味素，给它靠干汤。味素、盐、白糖。少来点醋，别整太酸那个，齁了。辣椒油，给它拌匀。必须的，你能不能别吹？尝尝吧，婆。好吃。那你就尝一口啊，先。不知道中午那个公司给我买了盒饭，我没吃。我中午不出车了吗？完了，我自己出去探店去了。啊，都有什么？肉段。茄子，这是啥？肉段、茄子，这是孜然啥呀？孜然肉片吧。看看军哥这鱼吧。